甲四散路排水沟下遭人涂鸦，已掌握犯嫌五人之身份，警方讯后将依法就办。经了解，该五人为涂鸦之同好，相约于该处进行涂鸦。警方讯后将依法就办。在此呼吁民众切勿于公开处所之任何公物及墙面上进行涂鸦，否则将有违法之嫌。